那个表哥和子女来的佣兵，是吗？哎呦，俏皮俏皮呀！哎，让我看你发嘞。你风水做得高，你命很准准，也给阿哥和子女生来五不全，五体不得张，准备很一类都慈悲。我想啊，今日是做一路安排，那么我小人根本也给和子女，可不是毁了一生的幸福吗？杨哥，嘿，那个阿哥，哥们来咱也听情的，他俩娘把人下床就。上人夫妻，那么俺那两人两下都在前堂，向用情说明此事，俺你望见锦上户口，等你功名成就了后，俺你再回转故乡啊。将来报答这个恩情，现在有你准备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